Kumşadan, ne kalpli bu ucağdan da kurtulmaya Na,其实我们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时代的。如果不给我减刑，我仍然还是坚持自己的现在的信念。那不继续改造？就在监狱让我继续改造10年，我都愿意。因为我犯的罪，我就是应该的，我看到了是吗？我就是应该听话，我第一个应该听话，第二个听话下面我就是监狱改成的，监狱让我在狱里培养人类。 他们也是不需要回去的。鉴于我们家的事情也是不需要回家的事情，所以我不用在乎这个事情。我就是认识到我自己应该是鬼，我认识到我国家是我爱我国家，认识到共产党不存在，我们的警察不存在。我就不会，我就不要了，不会，不会，不要，这个样子，我没这个样子笑的，谢谢，你都不。 知道我不要，我这个我腿亏气，就不见，我该谢账，我还不配这个结果吧？我不会，我没有，因为别人不会我人家，你就是这个样子。该说这个是我真的，这个不是我的功劳，我请他一次性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我世界的哪个地方，我在中国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的国家是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。当我是中文，我从小解放以后生下来了，解放长大了，我就是共产党以外别的人，我不认识。不管咋样，哪个民族分类就哪个样子人，就是不是新疆的敌人。 还是，而且第一个我自己民族的敌人，第二个全世界的人类的敌人，第三个我们国家的稳定的敌人，这个我清清楚楚。这个不是我那样子装模装样子话，没有。现在这个我们穆斯林的规矩这个样子，完全说的话是命有关系。我自己的命发誓，我的国家的统一，我们国家的稳定。 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团结，你们一样可爱的，我们的朋友们，火烧山上的这样的人，我绝对永远反对，我会打电话的。